林会长，哎，你好，今天我副会长好，谢谢。我把我论文指导的老师石教授，石朝颖教授，是，他也是林芝环本书院的院长，我请他到我们大日中来，是是是，跟会长认识，好，幸会幸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可以请教石教授。这段时间，哦，是是是，他指导我论文的期间，他也对我们宋庆龄思想有一定的体悟啦，所以我觉得说我请他到我们的协会来。哦，教授好，对，欸，恭喜副会长哦，因为论文完成，是靠石教授大力跟他教导才有。没有，这个也，我想这个也大概我的一个荣幸了，因为我一直研究宗教哲学，将近有加钱，从我1985年到欧洲，比利时鲁文大学念宗教哲学，因为比利时鲁文大学是一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天主教大学。对对对，他背景也是宗教，宗教，所以我们那个大学对于神学、哲学是特别重视的。是，所以我有那个因缘，从1985年到1992年，在那边大概有7年半的时间，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也做了半年的研究。我就研究世界各大的宗教，哎，我在指导他论文的时候就发现，就说哦，奇怪，宋庆龄的那个事件引发的后来。台湾媒体的那种，我是认为那是媒体的一种比较表层的报道。从罗素业的论文，我就发现就说，哎，不是这样的，有更深层的。所以我在指导他的论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要更深入的去用一个宗教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专家的，哎，或者是一个至少一个学者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啊。刚刚，论文我也知道，就是哎，大概就在宋庆龄事件的时候，后来有那个。中央研究院有请那个杨慧兰教授，是是是，他做了那个访谈，哎，后来我也请罗素业把访谈的那个演稿，整篇演稿我也看了，我就说杨慧兰这个报道里面还是有一些疑问，所以后来在他的论文里面，我有点到几点，比方说这个在杨慧兰在论文里面好像有一点质疑，就是说本尊的定身法跟那个催眠是怎么样，我记得这个一般学术界也会这样的一个质疑，对的，一般人都会的，是啊，所以我假如说，就林会长你自己就是说对这个，因为他在论文里面有提到，那您个人就对，啊，对这个，哎，对对定身法跟催眠之间有一个大概你自己的了解，大概是怎么样？你可以在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次呢，媒体里面也有谈到这种，对的，对定身法好像说是一种套招啊，或是表演啊这样子，对对对，那。您个人的这个观点是怎么样？因为我也曾经接受过定身法了，我自己也自己体验定身法，所以，这个是所谓自知不随他嘛，每个人的体会现象不一样，因为宗教本来就是找心嘛，所以万法唯心，从心流露出来，对对对，定身法也是从心出来的，所以跟所谓的催眠就好像有点，本来就不一样的东西，催眠是。透过对方言语暗示等等，那这个不是，它这个只是你一个信念的关系，它会产生能量，所以我们讲思想就有能量，对，所以透过信念产生的能量，它就会产生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那个它是自心出的一种能力力量，那个定身法只是小 case 啊，就是刚出定，甚至它可以定很多东西，包括你的思想都能定。哦，那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因为现在外界一定会怀疑，那以为是套招了干嘛，因为那个不可能这样定就定住了，好像变魔术一样，所以你要亲身去体会就知道，那我们会员有定身法的很多啦，几乎不要说千年万人都有，他会自己定身，对，这个是自己体会的，我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了。在我自己在研究宗教哲学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唐朝的六祖慧能，对，六祖慧能他当时得到法，对，得到法以后，因为反正得到法的人都有法难，六祖慧能的法难要逃，对，要追杀他，就是因为他一个从广东那个好像是蛮荒地带的人来这边，到这个五祖弘忍那边那么容易就得到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嘛，嫉妒啊，是啊，所以六祖在得到那个五祖的衣钵的时候呢，当天晚上。啊，三更以后五祖就送他，就是说叫他要逃，他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惠民的惠民，他是以前是将军，四品将军，他的那个功夫也了得，
所以他们去追赶他，最早追到那个六祖啊，对对对，所以追到那个丛林里面呢，六祖躲在那个丛林里面，然后就把那个衣钵抢走，衣钵放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他说你要给你，结果拿不动，慧明就拿不动。所以我当时读这个东西，以前在读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大概是不是一种象征？后来我这个了解这个所谓宋庆龄的他的定身法的时候，我才啊恍然，就说当时六祖慧能，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当时得到那个法，他有已经算是开悟了，所以他本身可以跟那个慧明的，就刚刚会长讲的，他可能跟慧明的那个本体对可以沟通上，所以慧明在那个当下他拿不起来，对对对，所以实际上是那个，如果说我们讲说那个是最有名的定身法，我是觉得说也可以在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六祖慧能跟慧明的这个，当时慧明要抢衣钵，根本没有办法提得动这个衣钵，因为他这个将军怎么可能那个衣钵是一个轻的东西啊？对对对，是一个衣服都拿不起来这样。哎，那你好像我在知道你论文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你论文里面也有回忆，你也是不是大概讲一下？我去查一点文献哈，他在方法方面啊、元素方面啊有不同点，就讲到定身法和所谓的刚刚讲的催眠不同的。刚刚老师讲举例的就是很具体的嘛，对对对，就是很非常有用。我是觉得啦，我是觉得，因为我看了最近的电视啊，我就说要评论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有做一个粗浅或者深入的了解，以后才可以开口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有这个 sense。那我就说，我看到那个媒体大家畅所欲言的时候，我有觉得对宋庆龄思想有一点怎么讲不公平？所以他讲法难，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法难，对啊，人云亦云，很多人传法。耶稣、释迦佛，或者是现在的一贯道，也经过打压，对对对，要传这个法要流行于世间的时候，都会受到一些打压、误解、陷害，或者是污蔑很多。对对对，宋庆龄事件就是这样子。对，那我也因为想到说，因为我是很早接触宋庆龄，实际上在生活上，在一个人生过程中的历程中，我是受益者。真的是翻转了我自己，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宋庆龄思想大家都这样子误解，对众生，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对我，对很多向道，看到太多的向道者是一个很可惜啊，可惜，所以挡了向道人的路，一般的媒体的手动是当初这样子，所以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想到说，哦，学术殿堂应该有带头作用，应该要有正面的宋庆龄思想的文章或者怎么样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这样想，但是我今天就把那个论文完成了以后，对，不简单还好，我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说我去找资料或怎么更可以佐证宋庆龄思想的内涵的深度广度，所以在发表任何的言论的时候，当然有言论自由，但自由的范围应该受到自己良心上的一个天平了。对的，不能为了某些的取向而为所欲为的讲，因为是会误导到很多向道误导人，误导。所以现在电视评论的所谓评论宗教也好，他并不是宗教人士在评论，是一般所谓名嘴在评论，所以因为他没有去经过这方面的历练，或者是经历，或者是去学习，或者去研究，他就在评断嘛。他的目的只是因为赚通告费而已，但是就有点一般人大众就很偏颇，大众能够相信媒体，就误导掉了，很可惜，很可惜啊。像教授就可以来评断，像教授的公平客观的，对啊对啊，你毕竟几十年的经验呢。跟社会大众说，正确的宋庆龄思想真实的内涵是什么？我是希望老师来认识会长，又来接触我们大日中宋庆龄思想，可以由你来用你的良心来诠释出来。我是这样想。当时，对啊，就是说我当时也是，我当时在口考你的论文的时候，在读完你的论文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就是你的论文有引的。宋庆龄之前出版的那些显像集也好，或者是那些照片或文字档的东西，我越看就觉得，那里面
可以探讨的东西很多。对、因为我看到宋基地他不只是佛教、他最早好像就说并没有说接触到佛教。没有看那个论文，他后来是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一个因缘的巧合。我想说这一方面可能可以，对对对，是不是那个会长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宋基地先生他从他出道后来这样的到后来宋基地事件这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大概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对对，因为我已经接触三十年了。对对对对对，那社会大众就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个事件，因为他这次他的论文就是以宋基地事件，因为有宋基地事件才凑成今天这种因缘。那现在媒体的这些报道也是从宋基地事件，所以我想说这个事件，从宋基地到他这个事件之间的简短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请会长大概可以向这个社会大众说明一下？讲事件之前，我想引用那个释迦牟尼一句话、他讲得很好，他讲众生无明。我当时我在想，众生怎么会无明？经过这个世界以后，我才发现众生真的很无明。因为他们看的是眼前。所以宋师弟他讲过，他是八岁，他是无师自通的。对对对，我在他论文里面也有看到。对对对对，他八岁以后，就能够看到天眼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实相等等。也一样，一直摸索摸索摸索，甚至到后来，在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到，有白老来教他等等，到他长大成人了以后，到边疆界的时候，才因为同道的跟他讲说，你这个很多镜像佛经里面都有记载，他才开始在看，才开始看佛经、之前他有研究很多的啊。包括东西方的哲学、对对，我看到还有几乎它可以贯穿，就是儒释道啦，还有就是密宗啊，显宗，他几乎都有在研究，目的就是找答案。对对对，为什么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他以前以为大家都看得到，后来发现只有他能，而且他不只是看得到，他能够深入其境，他能甚至于他也体验到过死亡、复活等等。所以他很多现象，他做完整的体会以后，他才出来告诉我，说：“哎呦，原来释迦牟尼讲的众生都有如来德性，每个人都有自信，所以只要自信显化，明心见性就能成佛，所以每个人都能成，不要等到三大阿僧祇劫等等。”所以他很兴奋的看到人就想讲介绍本体，就说：“哎呦，你有心了，你有自信哦，你就是佛。”但是一般人都听不进去，一般人因为都向外，没有人向内。对，现在这个媒体。就是当时宋基地事件以后，或者甚至现在最近的这个，也就是说柯P跟本尊的那个 PK，后来好像三立电台也有请这一些名嘴来谈，他们对宋基地事件有很大的还是有误解。对，这个误解是不是请你就是说，这个他们还认为就是说怎么这里面有什么诈骗啊，或者什么东西？对啊，对啊，他们都误解很深啊，而且不止他们误解，他们误解，我认为是他。还好，问题是众生因为跟他们的误解而误解，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今天的说明，我希望透过有缘的人看到以后，能够做个平衡，他自己去讨论一下。当时媒体报道不是，哎呦，你见一面要1000万吗？甚至于，什么哇，种种的事情都讲了啊。后来法院判无罪啊，包括这个照片呢、对对对，这个照片也是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宋基地的分身照片都是合成的。这个现在是不是好像有通过什么检验啊，或者有这个会长也可以大概说说明。早期有美国检验嘛，美国自然之光检验，它都800倍的仪器在检验。后来我们也拿到日本去检验。日本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日本国家在法院认定的一个认证师哈，他本身叫做柳田立夫，他是一个博士。也有认证那个检验的认证书，对，每张都有，而且当时照片是20几年前的。70几人，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数位，没有电脑，对，也没有数位的。你说一般交检的，我知道。对啊，对啊，对。所以他们知道照片有分身，他们以为是假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照片呢。如果说你今天有看过照片，那你来研究照片，你说这个是真假，那还有一点道理。他没有，就是凭媒体报道，已经讲是假的。所以他是相信媒体的话，这个有点偏颇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如果大众都有点慧根，多少了哈，你可以去。有机会去看一下，对 对, 对，而且100%是真的。对，副会长，我会看你的论文的时候，好像也看到，就是说你论文有一张好像是把那个宋基地显像级的那个显像照片，你有做，好像还蛮详尽的。那你认为就是他这个分身的这样的
照片，就对宋七力的实证的体验呢，这个照片的意义在哪里？他拍了那么听说有20几万张，那你个人认为就是为什么他要在他的书里面，他选项集里面或早期的那些宋七力初级的思想嘛，或者是天人合一，放了大量的这些分身照片，这个就你自己认为就是说他的这个作用在什么地方？这照片他为什么放？因为这跟我们一般学术界的论文非常不一样。我们这些学术界论文可能顶多放两三张照片，大部分都是文字的。那宋七力刚好相反，还是大量的都是以他的实证照片，或者是所谓一般民间在讲的分身照片作为主体，反正他的文字部分的描写非常的单薄，是不是？哎，你在这次写论文的时候，如果在我访问宋七力之前，哎，老师你提供这问题的我会问的更详细，但是依据我了解的话，就是说显像照片来诠释生命的意义啊。以前佛经啊，都我们大家为什么读佛经这么困难，而且讲的似是搞得迷迷糊糊而没有究竟，对对，直接表达出来，让我们进入这个，就把天国佛土各个地方可以照出来，拿照出来给我们戒指那西米可以照出来，对对对对，人人可以达到的，比如要去到所谓的极乐世界，这个相片就代表了。那本尊宋七力有讲过说，每一张相片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比佛经还佛经的，对对，经典，这些相片20几万张，拍摄过程，由模糊到清楚这个过程，那选哪一张？这个是过程会有这样子。那我所放的照片。也是经过送到检验以后的确认的照片，嗯哦，那每一张就证实是不是合成的，而且是经过专家，对对对对。比如说眉心放光，我自己跟它的相应，我也写出来了，但我写粗浅的，它可以进入深度的去了解。我也希望我以后有能力，在诠释眉心放光变成一本书，告诉世人哪一张是什么，是这个当然就是。往后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我愿意这样做，加油努力，同道也很多人对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完全是用相片现代化，现代人用免得我躺在他困难的猪啦，现在都翻译过来的，现在相片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这样子，对对对，证明说你有自信嘛，对对对，所以他会流露他是功能之一嘛，他可以显像，耶稣到最后也是显像啊，显像就是生命成永恒，短暂变成永恒，我这个生命的可贵度在这里。可是因为我研究宗教哲学，像在2000多年前，像基督教或者是佛教，后来佛陀入灭以后，或者是耶稣后来这个所谓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更相信这个耶稣是真正的所谓的复活。他看到他，而且摸他，对对对对对，圣经里那个就我们在讲实相嘛，对，分身嘛，对对对。可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对啊，没有没有摄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办法做，哎，像耶稣升天那个，对对，耶稣显像以后，后来还有升天嘛，耶稣升天，他现在基督教还有一个节日是纪念耶稣升天那一天，是他们基督徒的放假的事实相。那所以像还不要说像佛教里面，后来就是靠雕刻。那是图画，哎，比方说他们画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图，就画了极乐世界的图，那是靠当时，对，当时释迦佛讲的啊，释迦佛讲的，然后呢找那些画家来想象去画，对啊，那你刚才这个都问了，你意思就是说，哎，宋七力的这个每一张照片，对对对，只是他现在得力于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我们可以用可以表达照相机。古代没有照相机，要靠画的。对啊，比方说那个盐光啊，或者是什么里面的一些神通的东西啊，所以就是要靠画。所以现在很奇怪，就是用画的它当成真的，然后你真的照下来，它认为是假的。对，所以就是我说无明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去用心去想一下，诶，它怎么照得出来？ 对，为什么照的？怎么照出来的？对，照出来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对，然后才判断真假。但是你看他看到一个假的。雕刻物或是假的相片照片，或者是假的那种图画，他认为哇这个真的拜到五体投地啊，所以现代人就是，是很难懂，对对对，像那个敦煌哦，敦煌那个壁画，敦煌壁画里面画很多神奇的东西啊，对对对，什么天女散花 啊，对对对，飞天啊，飞天这些东西，然后都用画的，
中秋节的照片也有很多是显像在天空、啊、在空中啊，比方说在这边这边挂海、嗯，那这些照片就是等于就是说，哎，证实的，哎，敦煌壁画里面画那些飞天，他们真的是在天上，在云端，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就是等于是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哎，这个就我就觉得新年世界，新年就是涅槃世界啊，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等于我们现在中秋节是用他的显像照片来。证实像敦煌那些画家画出来那个天界的那些景象，这样子是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通通可以把一张把它照出来。对对对，哦，所以已经证实说，嗯，我们可以真的有极乐世界，嗯，证实释迦牟讲的，嗯嗯，哦，真的有极乐世界，而且生命真的能够永恒，像基督教讲的能永生，嗯嗯嗯，哦，这是不是骗人的，是真的。所以你要追求宗教才有意思，对，啊，不然你宗教到最后。对，一场空，什么都没有。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宗教直接讲终极关怀。对对对对，终极就说，哎，一个人讲得太好了，一个人在你这一生，就说你作为人活在这个世间，就说你有一些所谓物质世界的这个满足。可是很奇怪，就是我们人，就说你物质世界的东西满足以后，你就觉得好像还缺少什么东西。对，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会进庙里面呢？对啊，会去上教堂啊？就他觉得，哎。就是有好像那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世界，哎，就是说有一个可以获得心灵的东西啊。这也大概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几千年，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不知道会长就是说，哎，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认为就是说宋基地的这种他的思想，或者是说你们在成立这个大日宗，你认为就是说，哎，这个跟传统的宗教或者传统的那个东西，你们要传达的东西，有没有一个你认为就是说可以作为承传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哎，可以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对对对，一种想要发展的或者是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这个大概是什么东西？你可以讲一讲吗？这个我们创立大日宗啊，最主要是因为，所谓宗就是最原始嘛，哎哎，我们希望说找到真正的。原始真正的自己，嗯嗯，啊，本来的自己，本我了，嗯，本我，啊，本心，嗯，现在宗教都已经慢慢，教授你也知道，哦，对，向外比较多，流于形式，已经形式化，甚至已经变成文化了，商业化，就是大家都在，嗯，盖庙盖得越大越好，嗯，真正探讨在心灵的，嗯，道上去走的，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少，哦，对，所以我们大日宗就是因为透过我们本心流露的。光明，嗯嗯，大致就是光明嘛，一个圆光，嗯，那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光明，对，有哦，明心见性的，嗯，那个心呢，啊，就在你心中，是是是，嗯，哦，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你来找到自己内在真正的本体。宋七力广大认为最大的部分就是他点燃我们的本体，哦，他告诉你你有本体，嗯，而且大致来点燃你，嗯嗯嗯，你这个本体，让你能够就所谓复活，嗯，苏醒，嗯，哦。灵魂苏醒以后，复活以后，它自然会流露万种现象，嗯，所以万法为心，万法为事，都大家都会变的东西，嗯嗯嗯，它都在藏在你的心里面，它藏万有，嗯哦，当你显化以后，你就会流露出来。所以大日宗最主要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显化自信本体，嗯嗯嗯哦，所以宋七烈讲过，如果你是会员，你自然就有分身。为什么分身？嗯嗯，因为你本体流露以后，透过法性流露，你就能成法身了，啊。嗯，哦，这个法身才能够永生嘛，嗯啊，不然肉体怎么永生？嗯，肉体不可能，肉体将来就修了魔体啊。对对，哎，哦，法身意义出来，什么意义？就是要往内找。对，像你讲到这个东西，我就当时在知道他论文，我就觉得，哎，这个耶稣基督当时复活，我们以前我们宗教哲学在研究的时候，或者在探讨的时候，以为就耶稣复活只是一个象征，象征，哎，就是他那个复活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一个生命的，哎，后来我看你的论文的时候，比较深入了解宋七力所谓的分身哦，就说我们人本身有一个内在的本心或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事实上可以显化出另外一个你的真正的精神的体，或者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哎，对，那个东西生命的原体，按照基督教就是复活，复活对，哎。但是就我所知道，哎，你的论文里面有提到宋七力在小的时候，好像是他父母就是因为。有遇到什么光啊，什么打雷？他母亲，对对对，对这个你是吧？哎，因为我想啊，哦，你这个可以讲一下，因为
有很多人就说：“哎，你宋庆龄，你说你有那个，到底这个你的背后的根源，或者是背后的那个怎么来的？”哦，因为你好像有，这个是真实性，就是他在他们老家嘛。好好，那母亲17岁的时候，好，那有一天风雨交加，就是有点电的那种、那种中午下午吧。然后他妈妈又从那以前老家就是像那种老房子，就是三合院嘛。从这边要走，这边要穿过那个长廊，还有一个院子吧。对对对，乡下的、可能会下雨下很大，但是你不过去又不行，因为我可能要煮饭干嘛。所以他妈妈就不管了，跑过去。忽然跑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他讲太阳嘛。太阳就这样把他撞到，他就昏倒了。昏倒。起来以后他讲说，他被太阳撞到昏倒。他那个时候是风雨交加的日子，怎么有太阳呢？所以我就说，宋庆龄就说啊，那他想到说，哎，原来大自然也从那里面来的。他早期他的母亲就受到。所以说在大日中，就以大日作为一个东西，事实上这个可以追溯到根源，就可以追溯到宋庆龄他母亲，就因为在打雷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一个像大日的东西撞到他。对对对。那个撞到他，好像就是他。就按照我们现在看那个文献的，就因为我看他论文里面写的文献，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他母亲受到了那个大日的这样的一个光体，后来宋庆龄出生以后，是不是就，因为我们看你的论文，就是他好像从小他就有这样的一种，我们在神秘学里面就是说所谓神秘的体验，比方说，他说8岁的时候好像有什么天上的，他说天上的那个水送东西给他吃。他的那个水啊，还说要打他，说你敢讲，你给我提供美回忆。本身经常提起这个哈、本身是说他从小就是看到太阳，很温暖的太阳跟着他了、他也不认识叫做大人，大人就觉得这样子。他说8岁开始有记忆，对不对？意象很多了。所以他讲的远足嘛，就是早上很期盼远足啊，高天很早起床啊。我的手稿他有。描述很清楚，他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东方，就是每次太阳出的地方，他5点都还没出啊，就看到很漂亮的太阳，很高兴了、但是他坐在那个他的敖杯门里，他就说神仙就拿了早餐给他吃，拿饭给他吃，而且还有金色的小桌子、小椅子，对，很开心，很高兴。他想到说，我最喜欢的那个头倒嘞，阿哥回啊，就出现了。那吃了、吃完了以后，妈妈吧，那姨阿姨啊，阿姨阿姨啊，吃完他才看到说那个太阳要出来了，那个太阳光、真正。然后阿姨就说要拿饭给他吃啊，早餐啊，一共一家饭。所以他俩就讲，阿弟是提灯到老人家，一共洗啊洗啊，那这到底是他说谎还是什么这样子？他常常以前常常也讲过这个很有趣的年轻很少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说常常看到那个远远的或者忽远忽近的太阳啊，温和的太阳，他是怎么形容？在我们显像集里面也有形容，那就是大日，做光明体。然后他讲说做光明体就是这个，从小跟着他，对，所以这个他变成他的心嘛，他心就是大智、所以他妈妈瘦，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大智、我们也可以瘦到大智吧、所以本体都有一个大智。对，这也就是当时那个杨慧南在做宋庆龄的访谈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把宋庆龄认为是光的追寻者，对，可是后来宋庆龄自己就说他是放光的，他不是光的追寻者，是他是放那个光。我们这些以后可以接触大日的，是啊，所以当时杨慧南报道宋庆龄那个光明的追寻，对，光明的追寻者，那刚好事实上是应该倒过来，是放光者，当然是杨教授，当然只能这么认为，但是宋庆龄是放光者，不是追寻者。还有一个就是在宋庆龄的显像照里面有一张最有名的，也在独立报道里面。我看过那个哈，他们眉心放光那一张，那个好像是不是宋庆龄自己也有讲，他自己这个眉心放光的，为什么会有眉心放光的这样的一张？因为这一张照片变成
非常有名，因为那个独立报道当时那个封面，我印象中好像那个封面就是眉心放光的。那个独家报道。哦，独家报道。独家报道早期的那个是吧？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看了这个眉心放光就觉得，哎，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就不可思议啊，怎么样？哎，那好像是。是你自己，或者是哎，会长，是不是因为这个，也因为看到这个照片，你是不是印象中是不是你自己也是？是啊。最先也是因为看到独立报道的这个。没有，我们之前就之前就看到了。之前看到了。哦，自立晚报最早是啊。最早那个是《时代杂志》。哦，《时代杂志》那很早啊，很早。哦。78、79年的时候。您实际上在媒体报道之前就看到哦，就拍照的这个。对对。那是不是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这一张眉心放光照变得那么的独特？好像听说很多您的会员在家里面，如果有放那个，都会挂，一定都会挂那个。他那个是在会员家里拍到的。哦。是当时有一个廖清信会员的家，他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嘛，一个经理。嗯嗯。他也是宋庆龄的信徒嘛。嗯嗯嗯。他家里拍到，嗯，我就拍了以后就流传出来，嗯。你在论文里面好像有特别对这个眉心放光，当时宋庆龄自己怎么解释？就是那个，一般我们是认为，因为当时人家在讲说这个是，假的，是什么？这边开个洞，开个洞，然后后面打个灯光，然后照出去这样子，就是那个是合成的。可是刚好我了解，就是好像并不是，是那个教授就不认为是。对对对，我是觉得那个不太可能，因为在放光这样的东西，事实上在佛经里面，佛陀就放光了。释迦牟尼他在世的话他在讲那个甚深的那个佛，比方说大家讲《法华经》也好，或者讲《华严经》也好，开始就会记载，哎，佛陀白毫放光，是啊，这个在佛经上是有记载。宋庆龄这个眉心放光，好像它有一个怎么形成的这个光，你是不是可以？当初我们也觉得很好奇，跟着宋庆龄有机会就想到底他哪里放光。对，因为我们是认为，因为以前能量有多大，对，才大到就是说从这边会出来，然后就是说真的后面有一个什么力量使它相应到大日而放出来的光，哦，不是从里面放，对对，是相应到外面的所谓的大日，经常跟着他的那个大日，哦，放出来。那大日是什么？你说相应到大日的能量光进到他的眉心。然后在我们拍照者也因为它相应到那个光，所以拍照者好像就是说从那个就眉心放光哦，眉心放光的功能有另外讲的，对不对？哈，它是放光，有现场它放光，不真的放光，现场叫它照就照到了，而且照到七颗珠，对对对，所以这七颗珠，后来宋庆龄就七颗珠，这一张是本身是有讲过是功能性的。对对对，所有的照片因为这张相片而照到，那，就是功能性的那个表达了，对，就是比较完整的。比方说那个，好像也有那个天放光，然后七颗珠啊，七颗珠，还在，本能讲讲过，就基本配备，就七颗珠，七颗珠那是自珠呢，一个珠的就一个古佛哦，而且每个珠都有不同的功能，有佛经所谓记载的六大神通。加一个最后的那种宿命通，七大神通。宋庆龄想讲说，为什么叫宋庆龄？那就是要送人家七个力量。所以他原来，就我所知，他原来本名不叫宋庆龄。不是不是，他改变成宋庆龄。对，因为我看那个显像照里面，哎，好像也有那个字辈，他的宋庆龄这个好像是他那个是第一次我看的以后，以为是就是哎，照片拍出来以后再写上宋庆龄这个这个字。后来我才了解说，它直接是显像出。宋庆龄是虚空写的，显的是文字像。电脑查不到这个日记啊，查不到。哦，是啊，是虚空中的显像的。宋庆龄，不可思议啊，这个很能，这个讲哦，又媒体又拿去。没有，因为我们在研究宗教里面有叫做神秘主义，叫神秘学。对对对对。像神秘主义里面也有很多，比方说像佛经里面也有讲，佛陀成道以后他就有神通啊。对啊对，当然。有六十灯啊，什么？宿命通什么天眼通天耳通对这些东西如意通啊能够自定他定是是是然后那什么他心通他受用自心通他心通啊都有是什么我看那个宋庆龄的文字档或者是他的那个显像集里面提到的所谓的那些神通六神通实际上这个跟佛经是吻合的对对对佛经里面也有讲只是说他们现在人把它开挖出来了啊佛经就文字薄弱，他没有帮我开挖出来。佛经有讲啊，他说释迦佛
是显发最完整成大道的人、嗯、之后就没有人、嗯、释迦牟尼讲的每一个都是正确的，对对对，只要他的实相境界看佛经的都是正确的，那句话没有写出来，那句话就不是释迦牟尼讲、嗯、所以释迦牟尼讲的完全正确、嗯、宋七力他一直讲说他没有创宗立派，宋七力是一个思想本心观，提供给大家，大家你在生命历程中世界世或者你的信仰中一个方法，思考的方法，向内找本心，不是在外在，向外，主题是本心观、嗯、这样的。对，还有就是说早期我们在读像释迦牟尼的传记也好、嗯、他原来是一个王子，然后他后来认为那个皇宫的那样的一种生活不是他要的，对，后来就按照佛经写，就是他后来出去碰到什么生老病死，这个他后来就要寻找那个永生的，对对，超脱轮回，对对对，他后来也拜了当时印度可以找到的最高明的那些大师，就他好像也不能够如他所愿有一个方法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超脱轮回，所以他后来就在菩提树下，就是很有名的，在菩提树下，在那边明心见性。对，他在那边修了六年。六年。而最后他四十九天是坐在那边，就等于是夜读明心。嘿，所以我以前认为这夜读明心也是一种象征。对对对。就说啊，夜读明心是看到星星了。哇，又对，像黄教授就说那个就是一种象征这样。我是感觉啦，我今嘛感觉啦哈。哎。释迦牟尼做了六年，当然有他的那个这么功力了哈，但是他最后夜读明经那件当下才是关键。对了对，他跟光相应，就像就受受到，就像本尊讲的那个大日受受到，相应，他整一个点燃了。主题是呢，结果大家讲到他六年的苦修，大家以苦修为主题，其实应该是那颗大日，他相应到的那个星星是什么？我们要去找那颗星星才行，那现在就已经来了，这样子了。对啊，不是苦修不是不好，就是说你要达到究竟才是目标啦，啊，不然什么修为我们都非常赞同，而且都是宗教人劝人为善的，对对对。但重点是你要找到究竟，你要现在时代不一样，要节省时间，到美国不要走路去了啦，对 对, 对，你要坐飞机才快啊，嗯，就是。要找真正的方向，不止方法，是方向一定要对，不然你要怎么到彼岸，你就迷路了、啊。对对对。所以释迦牟尼讲说，众生无明就是迷失方向啦、啊。对。迷就好像那个迷倒掉在地上，你找不到它回来的，对，已经迷失了。对，就变成很可惜，很可惜。泰戈尔以前就讲了，人类的宗教我很深刻。对对 对, 对。他不是说一言二十一世纪。就是全人类的宗教、嗯、他那个时候是对他的印度教的一个期望，就是不要在外在迷失 啊, 对对对啊，印度教几千个神这样心灵的本质啊，这个很对的，对对对，就跟我哲学家也在讲这个啊，他就已经先印证了本真思想的印证，对对，泰戈尔 我有抄你那个他在讲说是宝瓶座，我想说宝瓶座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什么，就是很平乐的、教授今天来这里，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研究花教授，像您这种身份，就是这种在一些宗教界的地位、都能来探讨，我是觉得很高兴、我高兴是为众生高兴，我慢慢更多人会来接触到，如果大家都能够多光照明，然后本心都能流露显化，生命能够升华，能够真正得到永生离苦得乐，得到那个大家得到国家要的或者是基督教要的永生到自己的幸福国度，对，哇，这个是相当好的、所以今天很谢谢教授，是、谢谢教授。就是说，以后希望教授可以常常来，常常来。我们宋七力思想、因为你的公正客观，让 outside 外面的人了解宋七力思想，而入到这里来更深层的了解宋七力的内涵。我们已经进入其里面的，当然很高兴啊。我们已经确立了，怎么讲都 OK， 就是外面的还不了解，因为你来而更了解到而入道。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来，就是说大概做的一个小小的我们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宗教哲学，说如果是从大学时代至少三十几年、那我也至少在理论上我读过了世界各大宗教，那 后来更不用说我亲自到了欧洲这个天主教的
古老的大学，那个鲁文大学，那个大学 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清朝初年的四大传教士之一，像利玛窦、南怀仁、汤多旺、李之钊，那其中的那个南怀仁哦，就是我们鲁文大学神学院毕业，他后来被派驻到中国，当时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那边传教，他是后来把那个天文仪啊，现在北京的那个天文仪是他送的，所以他也是我们鲁文大学神学院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最对基督教的哦，虽然我是东方人，但对佛教从小就是家里的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我到了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基督教的那种了解，或西方，在我1985年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他们从60年代开始，西方的人就觉得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死的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人性的那种贪婪的争执。所以呢，到60年代以后，西方的哲学家也好，或者是宗教学家也好，他们就开始要重新找回人的那个根本，所以就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它存在主义根源就可以追溯到一般人称现代哲学之父，就是要笛卡尔。笛卡尔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一定要就是说要找自己的那个存在。对，但我笛卡尔那个思是，他那个找那个存在，找那个存在是对的，可是他没有更深入到那个灵性上。对，所以到了60年代，存在主义像齐克果，像齐克果也好，或者是像尼采，哦，尼采那个查拉图斯特拉，就是那个超人哦。那尼采跟齐克果就是存在主义根源的两个开创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导致于西方在60年代、70年代风行全世界的存在主义，或叫存在哲学，也是找人的本体。那也因为这存在哲学的背景呢，所以西方的好像宗教学的东西就开始也要找人的那个根源，所以他们把从古希腊、古埃及，后来也有因为现在的交通的发达，把印度的，还有我们中国东方的老庄的，或者禅的东西，或者日本禅的东西，像铃木大佐，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学的铃木大佐，他用英文写了很多介绍禅宗的东西，他介绍中国的禅宗怎么信的，后来到日本怎么样，这个东西在西方也变成一个非常流通的，就是禅跟道这样，他们讲 Zen 跟道，这两个字现在在西方变成一个宗教，是很红的东西。我刚好在1985年到欧洲的时候，是他们从60年代开始追寻一种属于这个世纪，就是刚才你提到泰戈尔讲，就是说有没有一个那个灵性的这种宗教精神，不要讲宗教，是宗教精神，就是它也是沉浸着古代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是不是有一个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属于世界性的东西。所以泰戈尔那本论文集叫做人类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 就是说是不是泰戈尔，就是他作为一个印度的诗人跟也是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宗教的灵修者，你如果看他的传记就知道，印度这个国家他们自古以来就有瑜伽，他们就有很深的这种宗教信仰跟宗教修炼的这个传统，像瑜伽也好，或者印度的很多这种苦行的也好，所以泰戈尔他而且他刚好又得到是我们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所以以泰戈尔那个威望跟他的那个东西，他后来泰戈尔还有跟爱因斯坦还做了一个对谈，对，那爱因斯坦刚好又是象征着西方从本世纪初他发表狭隘相对论1914年到后来他的广义相对论，后来他的那个相对论变成世界性的，因为后来相对论有量子力学，所以我觉得泰戈尔跟爱因斯坦的这个对话就第一次展开东方跟西方的，好像泰戈尔代表东方的一个在二十世纪的一个算是精神的象征，那爱因斯坦呢代表西方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崇尚于科学主义科学精神的一个象征，因为西方的大科学家跟东方的大诗人跟哲学家的对谈哦对话，我就觉得这个就开启了，就是说今天一个东西方对话，所以泰戈尔后来他在他论文里讲人类的宗教，就说是不是有一个将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人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我刚好到欧洲念书的时候是他们刚好是新时代，他们叫新时代精神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就是说因为他西方人根本就是说
他们是以基督教的那个纪年、啊、就是到了2000年刚好是第二个千禧年。嗯、我讲印象中，你再回想一下，当时2000年不是这样讲千禧年、千禧年吗？对 对, 對。那个他们说，哎、欸，人类的第一个千年前，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转折，进入到20世纪2000年的时候，第二个千禧年、啊對對對。所以我们人类现在迈入到第三个千禧年，而第三个千禧年呢，就他们西方的那个星象学来讲啊，就刚好就是说，哎、欸，在我们这个太阳系在跟宇宙星星的。太阳系在转的时候，刚好转到一个叫做宝瓶座时代，或叫水瓶座时代。而那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种和平的、对话的、统合的一个时代，就是说21世纪，也是泰戈尔预言那个。所以我就想，哎，这一次因为他的论文的指导，然后让我更深入。哎，我就在看宋庆龄的不管是他的文章也好，或是那么多的那种显像照片也好，我就觉得他的这个东西是一种新的东西。而且宋庆龄在他的后来我也看了他的 DVD 93节 DVD 我也全部都看，有些我还看了好几次，那我就相信他的 DVD 里面有谈到非常丰富的内容，里面有基督教、佛教、印度教，还有古希腊，还有尼采，是我认为他谈的东西也都是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从西方60年到80年，他们也是结合古代的宗教跟现代最前卫的科学，像爱因斯坦或量子力学做一个统合，就是说既可以有一个科学的这个实证的那个印证，也可以有灵性上的深刻体验的东西，这样还那我是觉得，哎，在我研究宋基利的这个思想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台湾，我认为了，我至少在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台湾的一些就是推展这个灵性的或是宗教启蒙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里面，我是觉得他被误解跟忽略，他里面有很多我认为的，我认为的一个值得该更深入去探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今天就说，哎，透过指导你的论文，然后哎，拉志忠会长在这些，我想说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哎，将后我们有机会，甚至我们可以邀请相关的学术界的人来做更深入，让台湾的学术界的人，因为你的论文现在被正式通过，那代表就是说宋庆龄的思想是学术界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是一个桥梁，是是，我想说将后我们可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进行再更深入的，至少我们现在认知上把当时宋庆龄被误解或他们看到表象的东西呢，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谢谢教授，非常感谢教授，谢谢您今天来访，谢谢您的指导，谢谢。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